泰国人气男星 James Jeryu 出生于1993年，人送外号三少，三胖，外形俊朗，小鲜肉，海外也是迷妹众多，泰国数一数二的流量明星，凭借首部电视剧《名门绅士之真爱妙方》一炮而红，此后更是作品不断，出演过《新的唯一》《爱妻》等剧。三胖身穿白色西装出席活动，俊美无双，眼神温柔。小编看完三少出席活动的照片，真的感慨，三胖头发好好啊，不像小编我整天掉头发，整日担心会不会秃头啊。三胖活动时出汗的照片也是有点小性感的，近看照片，三胖五官真的很精致，和女星都有的一比，大眼睛，女生都羡慕的长睫毛，樱桃小嘴唇，高挺的鼻梁，组合在一起真的很完美，不愧是男神级别的人物啊。三胖前些时间和道妹主演的《挚爱游戏》真的是大火剧，两人组成的奶酪夫妇不知吸引了多少 CP 粉，虽然两人凭借此剧又大火了一次，不过也有很多麻烦，有些入戏太深的网友竟然跑到道妹男友和三胖 IG 下留言，直言要让三胖和道妹在一起。小编建议网友们还是理智的当个剧迷吧，看戏就好了。三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他自己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过，虽然媒体和很多网友都知道了三胖名操有主，不过并不知道该女生的长相和身份，至今为止三胖女友还是个谜。三胖认为不公开女友身份只是想给两人更多隐私，保护女友免受舆论伤害，等到时机合适的话会公开身份的。James 是一个很优秀的男星，对待粉丝很有爱，没有听过关于他的负面消息，绯闻也不多，他是一个努力向上，工作敬业，演戏认真的优质偶像，非常期待 James 接下来的作品，大力支持我。